贴在它的这个胸腔的内壁，它呼吸的时候，就这个微小能量才能变成驱动商用的这个计算器国际里边呢，除了这个发电装置，电路管理，还有一个储能装置，利用微动，因为人动都从微动嘛，啊，微动把它有效的变成一个可动的能源，到现在基础上运作。 未来都会更小，它可以放在这个心脏内壁，所以纳米化使它的性能能提高 N 倍。图书馆有。 多少范本书，如果说你想监测这个资料哪一天谁拿了，那你装个摄像机那可复杂化。哎，我们就把这做的这个书里面去，就你一翻动的书，动作产生的信号无限的出去，无限就书和这个接收器之间没有线，它自己产生的信号无限的出去。所以你这里边多少范本书没关系，我只要一个接收器我就能见光。